买一束花吧，美女。多久没有给老婆送花了？来，可以啊。吃吧，今天哪位？这是您的夫人。对，老婆。哎，快。干嘛？人家要买，你不让人买？啊，在这里。哪里少？在哪里少？这个，这个，这个多少钱了，老板娘？菊花的都是18块。18块。大哥，买花吗？就可以了。看看花吧，你好，小姐姐，你好可爱哦。 你很漂亮，小姐姐，我还记得你呢。来来来来来，扫码来这儿，扫码来这儿，来来来来。稍等稍等，慢一点，谁来？我们这维护一下秩序。我生意太忙了，甚至我当时忙到觉得，我有点小小的窃喜。我想说，我该不会是第一个卖光的吧？就是特别感谢。 今天来的村民就是很赏脸、很给力、很支持。哎，我都搭给你哈。